可以抓野，一级可抓。这些植物的绿色，我已永远失去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先不学技能啊。人儿来这儿啊，我回家了啊，多少分了猴哥，定位赛呢。嗯，文字来源峡谷之巅定位赛，2-102-0，哎，2-0定位赛。你爱补不补啊，这几个兵你爱补不补，你像个有病似的你。我不能停下，你他妈爱补不补，像精神病似的，你要干嘛呀。刚好上当，喜欢凶，为什么会5-6啊？我的树心永远团结。你家下路又爆了，还行啊，辛德拉4个人头呢，到底是刀锋辅助还是辛德拉辅助啊？这波兵吃的爽啊，
决阵法。这个车不收了吧，这个车收感觉会有点危险。我传送没事儿。我也是需要一个人头的，你知道吗？来个人头可以。这个人头拿的是没毛病的。我有船，你们这不都都得死吗？啊！哎，舒服了。生于尘土，我每一片树叶都不得安宁。回家。先来个日炎，哎呦，这都能给换了，可以。如果我已注定失败，那就玉石俱焚。武器舒服了，那没办法，那你去下路支援，他肯定要吃塔皮的呀。能杀吗？能杀可以，这我去不了了，兄弟啊。我会让他们看到破败之咒夺走的东西。1150。你在召唤。
差点钱怎么办？再吃一波，差点钱，哎呀，差一点点钱，这1150出不来日炎，这挺难受啊。10分钟日炎，不假还，我们其实现在就是个无敌，现在无论是所有什么 ADC 打我们啊，都等于不掉血，刮痧，我是千年老树精，这波千珏应该在上路。没带我把塔拔了，把塔拆了，然后我们可以去小龙。这波有炮车还行，他应该拆不掉我的塔，没事。把塔拆了，不能让他拆了啊！太能拆了，这英雄。哎呦，兄弟，俺俩这配合呀，犹如一坨狗屎一样啊！可以，我来红。这里依然有美的存在，就在人类的恐惧中。
这塔终于掉了，哎呦我的天，这防御塔掉的可太慢了，早就应该掉了。其实回上路手，这把是不是出头盔能好一点？我出头盔吧。瞎子 K 头没事儿，瞎子这把其实挺重要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把瞎子拿人头特别重要，刀锋、瞎子、囚女、小驴人，这都得要人头。我们拿人头没有任何的用处，就只是肉。队友如果都死了，那我们也就是个屁。来个头盔，然后可以继续团。现在我们在团战之中，就有如一颗千年树精。看没看过《西游记》，带流血的那个树精，一千年的大树根子，就没有任何人能打得动我。他们见着我那就是不理我，知道吧？就直接就不理我就行。我求女儿的到底在干嘛呀？别被抓呀，别给人抓呀。武器大师被下当了，为啥呀？树倒了，那求女儿不死了吗？可以杀他，没有大。让人秀出了水儿啊，兄弟。真是装逼呀、啊！可真的是太装了，我这老树盘根盘的有点远。跟你说了千年树精，你不信？给吓的，哎呀，这位置可太次了，这把应该是被拿下了。我
队友一死，我们就是一个屁，看见没？来个反甲，我有传送，我感觉没啥用处。翻过来，我冲！你杀我吧，兄弟！杀千绝呀！算了吧，这就别越了，这。死了，有之一战。他们居然不打大龙，我是实在是没想到啊！这干嘛？以自然和而为一。刀锋确实没用啊，这把。你说他整个 ADC 整个 EZ 这把就基本上就是赢了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把如果能有个 EZ 那就是拿下了，或者随便整个 AD 就可以了，整个老破刀妹儿，然后还没起来，下条小龙必须得拿，这小龙不拿可不行，这个刀锋现在连着武器都打不过，装备太次了，球女儿也不补刀，球女儿要补刀还行，球女儿那刀全给那刀锋补了，然后刀锋没有用。 AD 杀 AD， 可以。哎，冰女杀了我们能大龙，大龙拿下，大龙拿不拿？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能不能有点伤害？真的跟我说一下子。你这把这冰嘴杀了，还打的还这么费劲。这得打到哪年去了？哎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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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大龙啊！反甲兵权，反甲兵权，板甲行不行？感觉可以。哎，不得。反甲兵权不出兵权也行，其实，哎，出兵权吧，还是。武器大师，武器大师。
手女儿直接暴毙。天劫能放来大吗？天劫刀锋看你的了，刀锋救命啊，我去大师，这边这边这边晕的可以，打不过呀，他死亡之舞啊，这武器大师早晚起来，你看着没有，这波他收了几个人，阵容实在是不行，而且那小驴人刚才别去呀，你说他去那边干嘛呀，你稍微等一等技能你又没有意义，大树应该是没了，一碰乱打，天爵能杀了吗？支援的有点慢，稍微也不支援慢吧，他们家人先死的，我们家人后死的，这把应该是没了，这把早其实就应该是没了，这阵容不太行，而且千珏起得来，这把大乱斗所有的人都能起来，我跟你们说所有人都能起来，就是这个阵容的问题，我们家如果有个 AD 啊，这都随便打，这就往里进了，哎呀大乱斗，哎呀这波居然能打赢，你把小龙拿了，哎呀，这也行，把小龙拿了，小龙拿了，小龙拿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可以，他们家人还没活呢，小龙赶紧拿，哎是手下加，手下加，把加守一波，蓝盾要什么兵器，蓝盾呢，算了，那就蓝盾吧。其实我缺点解析地，我差了点解析地。我觉得冰心，冰心其实行，要不来个冰心吧。反正那
那兵权感觉也没啥太大用。这为啥不能打呀？因为少人吗？哎，我不上好了哈。最终啊，还是失败了。没事，这把输的其实正常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把赢了才不正常呢。这把属于不太可能赢。其实刚才打的时候感觉是能打的，球子躲技能躲的挺多，如果你把它卖了的话，这波我们就亏了，不应该卖那个球女。冰女大呀。